自家说台北人比较爱用信用卡，台中人比较爱用现金。我们台中人很喜欢用现金。你讲真的吗？我讲真的。外县市都是用现金，不管金额多大，不管金额多大。我爸买车也是现金。你这个没有信用卡吗？房子都是拿现金去买的，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我们，你说200万也拿现金，对，我们现在在讲古时候的事。在说台中人，就是台北人还有一件事情会觉得很压抑，就是他们都觉得每个人的身份证都是 A 开头。哦呀，哦不是吗？不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就不是啊，彰化是 Q， 因为67年次应该都是 A 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不是分年次，是分地区。我以为是因为年次，我是 S 啊，男生是 M， 高雄是 E， 高雄市是 E， 你看大家都不一样，有 S 开头的好酷哦，还有 M 开头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。